各位同学早。我叫李书忠，上面名字上已经有了，我是我们淡江文理学院，就是我们淡江大学的前身，我在民国66年的时候电算系毕业，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电算系就变成了资工系，因为大家都讲资工系了，民国80年的时候改成了资工系。其实资工系这个名字比较才是对的啦。电算系这个名字呢，我们学的是等于说学的是一个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科学系，是学的是机器。那资讯工程资工系资讯工程系这个名字才是正确的。本来今天的主题啊，因为我跟英宏主任我跟王老师认识的时候呢，王教授认识的时候是他在当系主任的时候，所以我一直就称他这个主任，称到现在了。那本来他今天他邀请我来跟同学讲话的时候呢，我定的题目是资工人的未来。后来想一想呢，不对啊，今天有很多别的系的这个同学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所以我昨天晚上呢，就把内容给翻了，就发现这个资讯的这个时代啊，应变能力要够强。昨天晚上睡不着啊，就起来做这个 PowerPoint， 改一些资料，改着改着，我的电脑呢，突然间就开始重新启动。为什么重新启动呢？他居然说是我的 Windows 10呢，要更新了。他说更新就更新了，没商量啊。就更新了。那我因为在忙着做 PowerPoint 呢，他跟我讲30分钟之后启动，我也没有在意，我就随便跟他按一下，也就结束了。我想没事了，就继续弄。30分钟很准时，他就重新启动了。不过刚刚好，我那时候才刚好把这个档案做完 save， 所以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呢，昨天本来想说重新启动应该马上就好了，结果没多久呢，他又出现了一个字。叫做将会启动数次，那我就不管了，我就跑去睡觉了。不过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像这些讯息啊，都不是我以前在学校学的，也不是我在工作职场这20-30年的时候所知道的，因为这个讯息就变成今天本来就有。各位同学，你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讯息就叫本来就这样。这对我来说呢，就是很多讯息都是在变，都是有一个原因这样一直跨过来。我从一个有线网络，以前我在做，如果我要回家做工作的话，我家要申请一条中华电信的数据线，然后每一次我只要半夜起来一开机呢，那个电脑没声，那个 terminal 没有声音，以前没有 PC， terminal 没声音。但是我们家的某电呢，就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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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都起来了。所以我是从那个时代弄到现在，什么东西通通都是无线的。我也经历过一个公司的网络，主机对主机是要拉 Ethernet， 各位同学讲还听 Ethernet 吗？大概不听了吧。这种现在都是 TCP/IP 啊，讲 S.5 都太老了，对不对？现在如果是讲银行的话，他讲的是 fix 啦，是完全通通都是不一样。不过好家在，就是每一个新的技术来到了今天，都有它的过去。那各位同学，你们今天所学的，我也可以跟你们做预告。大概离开学校3年吧，大概3年后呢，你现在所学的大概就过时了。但是呢，你也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在演进出来的东西，基本逻辑都是为了改善现在，所以主轴不会跑掉。所以你只要懂现在的东西，你以后就 OK， 一样可以应付得过来。不过你就是要每一个阶段你都要了解。好，所以我昨天晚上呢，就把这个，因为今天牵涉到很多同学，很多系别的同学在这个地方，我把资料稍微做一点整理，我把它改成资讯人。
每一个人都得是资讯人啊。我唯一这个不管我这个内容怎么变，对大家的好消息就是这堂课不会考试，所以呢，大家可以很轻松的跟我互动都没有问题。但是也要跟各位警告，今天不考，毕业以后一定考，毕业以后一定考，你们会遇到这些问题。那我以前呢，系上的老师呢，教我一定要把分数拿到最高，去参加社团活动有就好，不要太多，功课最重要。哎，这就是，所以我把大学四年呢，把它当作是高中三年的延续，就很努力的做高中生、高中大学生。哎，可是呢，后来发现这里面很多的这个关系呢，来到了社会上以后，哇，那就会发现，其实大学是一个非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可惜我那个时候少一个像今天我这样子的一个学长，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做分享。以前的分享都是一定讲资料库啊，讲现在什么样的这个资料结构啊，都是分享这个。那以前会觉得哇听不懂，哎，怎么办？只是紧张这个东西。以前没有 mini computer， 所以当有一个学长回来讲 mini computer 的时候，哇，大家好紧张，这是什么东西啊？哦，可是呢，现在才发现，哇，那个就是时代的演进嘛。我们学 IBM mainframe 360、370也很好啊，出去以后都是这个的演进嘛。所以只要同学们你都把握现在的东西都弄懂，弄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60分不行了，哦，六十分是，哎，也不是，60分是，哎，王老师说 OK 啦，哦，可以啦，但是呢，你要随时记得你自己还有40分，去把它弄懂啊。考试60分就60分算了，不要去懊恼，也不要去骂同学没给你看。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赶快去弄懂那40分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你去把它弄懂，保证对你很有用，哦，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讲，就是此时此刻的你要把什么弄懂，你先有这个概念以后朝着这个路去做，保证各位无往不利，好不好？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哦，诶，啊 OK， 我大概是讲这些了，哦，我刚刚 王老师已经稍微介绍过我了，我稍微准备一点资料跟大家做，好 OK， 那我会让大家知道说你现在各位同学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 position， 然后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下呢，过去的那些学长都怎么回事去了，让你们看一看，以过去的那些学长啊，不见得你以后就像他这个样，但是人生的道路都很像，那你就可以感觉到说，哎，我们读企管系啊，我们读资工系啊，我们读经济系，哎，我们的未来可以做成什么样？啊，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把握做什么？成功到底是什么？那我先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哈，刚刚我老师已经介绍很多了。那我你看嘛，大家我是66年毕业嘛，那今天已经106年了，堂堂已经离开学校40年了，对不对？那你们几岁？加上40年，就猜得出来我现在几岁了啊？已经过60了。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地表上还有一家公司叫神通电脑。神通电脑，在我那个时代的神通电脑是正在研究中文，正在研究中文电脑这次，那我很幸运的，我把这个中文电脑呢应用到财税资讯系统上面去，所以人生的际遇呢，以前很苦，以前觉得没事干嘛一定要去印中文。但是要求是这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程式设计师，我们就是要去克服这个问题。
把所有的税单印出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写李树忠，你家在台北市士林区，你的税额3000元，那这些中文都要出来。但是以前电脑都没有中文，你们现在随便打一打，中文出来一大堆，对不对？可是以前在从没有到有的时候，啊，那也是一个 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过去哈。那有一家很有名的，你看这个台湾这一家公司还在，但是美商迪基多电脑公司，我在这边待了20年。美商迪基多电脑公司就是号称 mini computer 第一名的公司，他今天还在不在？不在了，他不在了。他现在他的灵魂在哪里？灵魂现在附着在 HP 身上。以前我们常常讲说 HP 的技术哪能跟迪基多比？迪基多不见了 ，HP 还在啊。那后来当然我加入了味道，这三个颜色弄成一样，意思就是说龙港都是同样的。才这个股东成员了、啊，哦，那刚刚这个文老师也讲了，这家公司我到了以后，啊，拼了3年，这家公司呢运气很好，上市了，那没多久也6年啊也下市了，没有下市就叫做全额交割股，就是公司没塞不可以卖了啦，就是你的股票有问题，是风险股票，用今天的名字叫做有风险的股票。如果你们要买味道的股票，就请你拿现金直接交割。这位同学，你要卖给他这味道的股票噻，那你3000块或者3万块，你直接拿给他，股票直接交易，不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了。就必须叫做全额交割，几手搞钱，几手搞股票，那这家公司就很辛苦了哈。那后来呢？我到了另外一家子公司去重整队伍。那后来把这家公司全部的队伍再回到味道，把味道名字改成了味展，那公司又正式成为一个上市公司。那当然呢，我们国家的制度非常的严谨啊，你要从一个全额交割股的公司啊，还要再救回来啊。我记得那个时候证券交易所的一个组长呢就跟我讲，他说李兄啊，帮个忙，你是我们证券交易所这几年来呢唯一一家从全额交割股又变成正式上市的公司，你得动下骨嘞。哦，就是大家都把这件事情真的当成是一个世界上的大事。那我在这里呢，遇上了大事，就是公司重新上市。我在这里也遇到一个大事，就是公司从一个股王变成了这个全额交割股。那面对这个大事，怎么办？我也还活着，但是以前觉得很懊恼、很丢脸，觉得很人生干嘛去遇到这种事？都是谁？都是你害的，你啊，都是人家害的。我心里面很多过不去。不过运气也很好，人生让我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到台湾证券交易所，我站在这个位置，报告说公司怎么了？从现在开始。公司要进入重整，我就一直在讲，你们同学还在听，可是以前我在讲，下面没人听，因为什么？因为听不见。我在这边报告听不见，所有的记者到最后还是跟我讲说，李先生没有听到你讲什么东西，你把你的稿子拿给我啊。那记者就这样子登，可是为什么他会说听不见？因为大概有200台的这个摄影机啊。一直拍，一直拍，那个重复拍，那个时候是有底片的，结果他们还是这样一直拍，咔嚓咔嚓拍到东东听不见，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场讲完以后，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要是有洞，我就赶快给他钻进去。我希望明天报纸登出来的时候呢，我爸爸、我妈妈、我太太没看到这个消息。哦，就是人生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很幸运的就是你们看到我还在这里，就代表什么？世界没什么大事。问题是你怎么面对那些事，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还有机会碰到不满意的事、不如意的事，但是世界没有末日，你不要把它当成世界末日。我为什么要讲这段给你听？我一说，即便是这样，那个人还是在这里，还是有机会再把它翻回来，就看我们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把它弄好，就是这样而已。
懊恼可以一天就够了，两天也可以，三天也可以，不要懊恼太久。懊恼完毕以后就赶快回来工作吧。所以也就是说世间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只要命留着都有机会，所以命一定要留着。所以我常常在这个地方，我就跟奉劝各位同学一定要运动。运动有什么好处？当你在心脏负荷不了的时候，你会比别人撑久一点。为什么心脏负荷不了？气的气细，当然心脏负荷会比较重一点，但是气一天就好，气两天就好，命还在，赶快重新开始。好，这是我的过去。那当然后来我现在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那做软体，做证券交易的软体。那现在这个昨天晚上没改到了，我现在是系所联合会的副总会长。那我们学校啊，淡江毕业的同学你们猜猜有多少人？我忘了带礼物来，要不然我应该是答的最接近的，应该送给同学礼物。我们这一班大概100个人，大概有吗？100个人，你知道吗？我们淡江现在的毕业校友啊，有25万人，25万人。淡江的校友会呢，我在看，除了捐款输给人家以外，人家一个郭台铭就百亿啊，就几十亿了就去了，对不对？林百里一弄就20-30亿，我们是还没碰到这种人啦。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的校友，看看有这么多人，我们的校友会几乎每一个系都有校友会。那我从参加了这个所有校友会的联合会以后呢，才发现我们淡江的人才真的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也无怪乎为什么每一次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叫大学企业评鉴最喜欢的大学，你们一定都知道嘛，是淡江大学，私立大学都是淡江大学第一名。为什么？因为很多很多评鉴表都落入学长的手上，没有一个人拿到了评鉴表，我看到问淡江好不好，那写不好，很少人会这样写。所以淡江大概命中率被写非常好的机会非常大，因为很多都是在我们的校友，我们的学长都在位阶相当高的地方。OK， 这就是我过去的经历。那当然人生啊，难得有机会做过几件大事。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也跟各位有关。例如所有的税务自动化，以前你们现在呢爸爸妈妈去缴税，把这什么税单啊当漏下来啊提一下，或者上网填一填啊，那个都是有个进阶过来的。以前在我那个时代，税捐作业根本就没有电脑，是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做的。我一口气做了将近10年。后来呢，你们现在都在用手机啊，中华电信啊，远传啊，台哥大啊，可是以前没有啊，以前只有一个中华电信啊。所以政府那个时候呢，把中华电信开放给所有的民间来经营的时候，一口气台湾有8家民营电信公司。那当然了，有一些已经倒掉了，包括东森已经倒掉了。不过呢，至少在当时有8家。那学长我就很幸运了哈，所有8家的电信公司所有的电脑通通由我来提供。那当然了，公司啊，我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副总经理，当然后来也就重新再恢复上市哈。这个就是我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经历。那我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不是每天在卖唱，我没有，我现在每天还是很忙。那除了在学校的校友会活动以外，就是每天努力工作了。我现在参加的社团也不过就有2个，一个是淡江的社团，另外一个就是我一个校外的一个学习平台叫圆桌教育基金会。我只参加这2个，什么呼伦社狮子会我都没参加。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我全部的时间都在公司里面，所以即便我今天已经60几岁了，公司工作还是要非常的努力。那我公司在做什么呢？我公司就是在开发一个
就是我就是为证券公司，全台湾有七八十家的证券公司，那我把这个证券公司所需要用的一个资讯软体平台，从用 C 加加的技术，用 Oracle 的技术，那把这几个名词应该你们都很熟了哈，这个 SOA 啊 EDA 这些对你们来讲这个都是很熟，可是我们是真的把这个技术 implement 到这个产品上面来，上面才是所有的 application， 那接下来是 web service， 然后前端的交易系统，好，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工作。那这里这一章我常常会很喜欢讲，就是在我看我走这么多年啊，各位同学要麻烦你们一定要记住哈，这个社会上的 business model 一定是一直在演进的。以前没有 7-Eleven， 今天有 7-Eleven， 以前没有智慧型手机，现在有智慧型手机，因为有了智慧型手机，哎，连淘宝网都会跳起来，所以呢，这个 business model 呢，永远都在 re-engineering， 永远的。那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position， 我们有没有机会随时保持我们是一直跟着这个 business model 的 re-engineering， 一直跟着他们跟着前进？所以我们要很会关心这个社会。大学生要干什么？大学生就是要开始就是要关心社会。我只能说大学生所为何事？大学生已经不能再当学生了，我们已经理论上大学毕业已经就叫做爸爸妈妈的责任已了，读研究所开始就应该开始学习，一切都是要自己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 technology， 所有的科技也一直永远在进步，所以这个创新啊，这个突破啊，是永远在发生。所以各位不要把今天所看到的东西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结果 ，no， 不是今是过去的结果，但是是明天的开始。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点，那接下来要怎么做？永远在你们的心目中记得这一件事情。那你能不能够跟这个进步，能够跟这个 breakthrough 呢，能够一直保持与时俱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呢，我是想跟各位同学讲一下，身为淡江人一定要知道你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我们不在乎说我们进淡江的时候是联考多少分进来，真的不重要。我跟大家说，我是参加这个联考，你们也参加联考。以前我们在参加联考的时候，我们填淡江也是填得很好，可是真正出去的时候呢，怎么会知道淡江变这样？为什么？因为所有淡江毕业的真的非常的努力，这个努力呢比学问好更重要，但是这个就是淡江现在的 position 呢，已经是全国排名上面，你看看全部是国立大学，私校淡江就第一名。所以各位，你们就是一个私校第一名的毕业生，永远记得。哈佛大学也是私立大学，密西根 Ann Arbor 世界名校也都是私立大学，所以你们的 position 事实上是相当的好。服务业，我们的各行各业没有资讯的知识是没有办法运作的，就好像我在做证券交易，我做证券交易的软体，证券公司如果没有资讯系统，他就不能作业。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跟我说，他说我台湾证券交易所主导台湾所有的交易撮合，管你是期货，管你是证券，管你是权证，乱七八糟，跟国外交易，各种交易如果没有资讯系统，就是 nothing。所以呢，各位一定要知道，就是那个总经理跟我说什么？说我们证券交易所也不过就是比较大的电脑公司而已。所以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成员60%全部都是资讯人员，
当然资讯人员也得做行政啊，行政也要做，但是整个就是资讯语言。所以我不管各位是什么系，那你资讯这件事情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千万不要讲说我对不起，我是企管系哦，我不用学程式。 No， 你一定要接受程式训练。程式训练已经变成就是说你会不会，你会不会26个字母，你会不会讲英文，哎，就变这样了。就是变成啊，我们至少要会讲一点英文，写程式就是这样。那更不要讲我们资工系了，我们资工系程式一定要会写。那也许因为大家学很多，你没有时间去专精，这是可能的。但是一旦你有时间，你一定要让你的程式语言的能力一定要最强。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任何一个行业，制造业、电信业，包括这个金融业，任何一个业，没有资讯能力的人，你是无法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生存的。那资工系的学生，你要把资讯的技术这方面你要专精。那不管你是中文系、企管系，你都要学资讯。那我啊，这个是我讲金融业，刚才已经讲了。你看在金融业，你看金融业淡江的position还是相当的高，好，第三名、第四名，上面这几个跟这几个大学都是可以相当的媲美。所以在今天淡江大学的这个环境里面，把资讯能力尽量调到最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学资讯不是说你今天学了一个 C 加加，或者是你今天学了一个语言你就吃一辈子，没有了。但是你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把语言、你把程式会写了，就代表你的逻辑不断的被训练。你被训练的逻辑永远远远高过你会的那个东西，你会的那个技术。好，所以一定要训练你的大脑，能够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逻辑能力的这个大脑。哦 ，OK， 那我刚刚讲了，我就说，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以前的那些学长现在是怎么回事？我本来想说，我来浓缩一下，淡江的学长大概是在哪些行业？后来想想太麻烦了。淡江有个精英奖，各位晓不晓得？不知道哈。我们学校，我刚不讲了吗？学校有25万人。25万人，学校呢？三十年了，就每年都从所有的校友里面呢去推荐，找出当年度最优秀的校友，那由他来拿淡江的精英奖，就是一支精英啊、哦，那个讲座。那当然那个奖是叫精英奖，是一个老鹰的奖，但是这个。我们说拿这个奖的学长呢，就叫做精英校友，就是非常优秀的精英啊，精英校友。那我们呢，我快速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是这些校友都是什么系？他拿这个奖的时候，他是在干什么？当然现在不见得是在做这个职务，不过当时他拿这个奖的时候，他是做什么职务？大家可以看一下，英语系毕业，银行的董事长，差盖贼哇！真的差很多啊，对不对？哦，钱嘉业、钱嘉华，英文系，银行的执行副总裁，陈进才，上影科技。现在大家还是知道上影科技，上影科技跟我们淡江合作非常的多的，提供了很多自动化的设备，跟我们学校做很多很多这个建教合作。快统系毕业的，他也不是机械系毕业的。我们有个学长叫王阳文，电算系毕业的，他是当资讯公司的董事长，还比较像一点。这外文系，开飞机去了，当中华航空的正机师。所以什么行业都有可能的。各位未来资讯人的未来真的叫不是梦，你只要愿意去尝试，机会都有我们的机会。赵阳青，是我们快统系毕业的，也当了会计系的副教授，现在是财经公司的董事长。财经公司是干嘛的？就是我们银行跟银行之间，你不是要去，你会拿
你会拿这个彰化银行的信用这个金融卡，你去领这个富邦银行的钱，你拿富邦银行的金融卡，你去领台湾银行的钱，那中间会有一个交换的撮合的那个清算在哪里清算？就在财经公司清算，他就是那家公司的董事长孙立方学长啊，是我们电算系毕业的。他当时呢，孙立方学长以前在淡江的时候，他第三届，我第五届，口还都超差啊，不怎么样啊。可是哪里知道几年以后他变得很怎么样？因为我们中华电信开放啊，以前中华电信我们的电话都是家里的电话都叫类比的啊。他为了因为国家整个要把类比电信走上数位电信呢、啊，他就把他就去做这个研究工作，后来拿到帮中华电信拿到一个专利，替中华电信从这个转型当中，从类比转到这个数位化当中呢，替中华电信至少省下30亿的这个投资的钱，不用去跟 AT&T 买，不用去跟这个美国的那些 Arctel 那些大的电信公司去买这些设备。为什么可以这样？出自谁的手？孙黎芳，淡江电算系毕业的。所以每一脚步，只要你愿意去做，都有可能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哦，李树德跟我差一个字，就是我的哥哥啊，银保系毕业的，银保系毕业，我偷偷跟你们讲，银保系银行保险系是所有丁组就是商学系的意思了，所有丁组里面的最后一个系，差一点没有学校，差一点不能选淡江，可是他后来当了财政部长，所以今天读什么真的不重要，你只要淡江毕业差不多你就很重要。淡江毕业，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肯拼。那各位，你们就是要记得这个特质，一定要拼。啊，你拼了，你就不一样。考进来的时候是这个系，结果他在当台北市国税局局长的时候就拿到了金鹰奖，当然后来当到财政部长。这个人黄纯义是当时拿这个奖的时候是微软大中华地区的总裁，当然讲所谓的大中华指的就是中国大陆、台湾跟香港，整个都微软公司呢就由他来当总裁，电算系毕业的。但是我偷偷跟你们讲，他电算系读了5年半了，他4年同学都毕业了，他还没毕业。他又回来补学分，补了1年多，才总算给他毕业。可是出去以后就拼命了，在学校当然是一条龙，出去更拼命，所以还是当中华地区的总裁 ，Super Sales。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王主任呢、啊，实在是当人当得太凶了，我大概以后没希望，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今天只要赶快开始把你40分的部分，60分已经及格了，但是你没有你考试不会的那个部分，你永远记得考完试以后就逼你的助教逼你的同学帮你把那另外不会的把它弄会，这样就好了。你如果都能够这样，你的实力不得了，够了、哦、这曹英伟我们电算系毕业的，后来他把他的公司卖给了Cisco， 哇，也变成一个大富翁了哦。张宏聚啊，就是我们前任的校长，统计系哦，统计系毕业的。好，庄英俊学长，哦，也是电算系毕业的，高我一届哦。好，杜明翰，你永远想象不出来，说一个统计系毕业，后来读了管科所。结果他后来进入了微软，到了微软后跟 Bill Gates 开会，为什么跟 Bill Gates 开会？因为微软要搞中文啊，中文那时候在哪里搞？大陆也不搞啊，大陆搞的是简体字啊，那个时候简体字叫做不入流了，不过现在很入流了啦。以前
要用中文，就到台湾来。所以 Bill Gates 也到台湾来好多次啊。是谁跟他搭配？就是他。你想象得出来吗？一个统计系毕业的，广科所毕业的一个学长。哦，结果后来当然他退休了，他就到世界展望会。你们知道什么叫世界展望会吗？应该有，应该知道嘛。世界展望会就是，哎，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做公益的，哦，这基督教的，那做公益可以说世界上做的非常的大。那这位学长呢，台湾的世界展望会的会长，他拿到了金鹰奖，但是现在他已经负责亚洲地区总执行长，等于说世界展望会它是一个世界组织，但是他已经负责亚洲地区了。所以 每一个学长的发展，你永远很难想象他在跟他在学校的那个样子，以后都不出去以后都不一样了。但李大金学长现在还在科技界，还资讯科技界。你能想象这一位吗？你们可以上网就查，打林宝水，长荣航空董事长。所以资讯系能做什么事？懂资讯的人，你可以做所有的事，因为每一家公司他要做营运的时候，资讯一定是第一个被推上去的。所以读资工系真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责任，那一定要把这个系读好。那其他各系，你只要学会了资讯的能力，在你的未来的领域上也一定是不可限量，完全没有没可以挡得路的。所以在淡江出去，你一定要讲说你会写程式啊，这是我们淡江的就叫 standard slogan。 这位林宝雪学长是我们电算系第一届，他原来呢电算系毕业以后，他就到长荣海运去当资讯中心的程式设计师，后来当长荣海运资讯中心主任，后来长荣航空成立，那么他去长荣航空被派到美国去发展航空公司管理的资讯系统，通过美国的航空认证，最后当了第一任的总经理，那现在是当了长荣航空的董事长。做长荣航空的时候，你有遇到他，你记得跟他讲，你淡江毕业，说不定他会给你升等到商务舱也不一定。几乎我们学校只要我们资工系办任何的参访，管他是跟大陆的大学办联合参访，还是说我们系上自己办的校友会参访，只要到长荣航空去，林宝水董事长都会亲自接待。他亲自接待不是跟大家讲讲话看看幻灯片然后就让大家吃一餐饭回家，不是。他是会让有机会会让大家，只要那一天模拟机有空，你们就可以去开飞机。我开了好几次，没有一次成功 landing 就是了。这还好我没有去当机师啊。所以林宝水学长，你看看电算系毕业的，他可以主导长荣航空。不过当然听说这一次穿过那个叫梅基的台风，直接着陆的。他说是他下的决定，跟社会大众说抱歉，哦，不过当然一个董事长有当董事长的考量，他到底能不能成功？这次给他拼过去的，他就成功了哈。不过当然，生命安全还是最重要了。不过 anyway， 他就有这个机会来担到这个职位。各位同学，你也有可能啊。欧阳志坤。我们每一次办资讯周的比赛，那我们很多的奖项，甚至包括这个作品的这个顾问模拟，欧阳志坤学长他都是出钱出力，都支持我们资工系的这个资讯周。陈定川，那当然是现在世界校友会的这个总会长哈。林敬山，电算系毕业的，他现在是名古屋产业大学的教授，讲日文呢。
林建祥是现任的系所总会的总会长，是 化学系毕业的，都是非常杰出的管理者。那你说他又不是企管系，他又不是经济系，他又不是会计系，他怎么会做好管理者？因为他拼命在充电，拼命在学习嘛，做到哪边他就学到哪边，没有不会的，到了手上就把它变会，就是这样。就好像你现在在考试，没有不会的，你唯一的不会就是那30分、40分没有拿到，把那个弄会。完全就循着这个概念，你只要随时把不会的弄会，你保证你是未来的公司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因为你不断的变会，你就到时候你就没有不会的。好，这徐航健大家更要认识一下。我们这次的首签国际会议中心兴建，他一口气就捐款了1亿2000万，捐款直接就送给学校了。许秀颖老师，许秀颖博士也是我们资工系毕业的，他现在是国防大学管理学院管理资讯系的，他现在已经是这个叫做 PMP， 就是专案管理学会理事长，在专案管理上面可是非常非常有名。全世界还有一个认证，只有十位，总到现在只有十位女性，只有十位得到认证通过，全世界只有10位得到认证，她是唯一的女性，所以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学长。啊，这个优秀都不是在学校教的，但是他的精神是在学校学的。可是他学会了以后，不断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会就把它弄会，就会变这样。当然，杨振华学长那更不用说了哈，他是现在在中央大学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教授，以前也是教育部资讯科技教育司的司长，也是相当成功的学长。陈世安应该跟各位比较容易碰面，他在系友会也非常非常的活跃。刘世芳是高雄市政府的副市长，现在应该也是行政院的秘书长了吧？不是秘书长，也是副院长了，这个上网一查都可以知道。将来有机会到行政院的时候，记得去找他喝一杯茶。孙瑞龙也是我们的系所总会的系所前一任的系所总会总会长。这是今年的，刚刚这是最新出炉的这个人，邵光华，水利系的，当微软的总经理，这个还不过分，因为是工学院的嘛，这个活得有点过分。这个王兴英文系的，我的好朋友，是雅虎的董事总经理，英文系耶。所以我们资工系的同学，你要不要小心一点啊？你可以跨到人家那里去啊，每一个系都可以跨进来。所以以后你知道吗？军中有一个军阶嘛，就是什么少什么尉官啊、校官啊、将官啊。你是尉官，你是校官的时候，你有什么炮兵科啊、政战科啊、工程科啊、步兵科啊，你有科嘛，对不对？可是你一旦当了将官以后呢，叫没科，因为你就有一颗心，你的那个工程啊、步兵啊、装甲不见了。为什么？什么都得会。你一旦变成将官了，就是要指挥联合作战，你什么都得会。所以各位同学，你只要是淡江大学毕业，你就要告诉你自己，我什么都得会，就算我没操作到，我也要把它弄懂，懂，有机会就用得到。所以我给各位看这个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资工系、资讯系很容易去跨到各行各业，表现非常的杰出，但是各个系、其他的系也很容易跨进了资讯系，就跨进资讯领域的工作，因为几乎一旦大学毕业走进了社会以后，
先把眼前的工作做到最好，把不懂的弄懂，最后你就会发现你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要把握这个原则。所以任何一个工作送到你手上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为什么是我，千万不要说这句话。淡江毕业的不讲这句话，这句话留给政大、交大、清华去讲。哦，老板说这件事你去做，嗯，为什么我？为什么不是他？哎，这话千万，淡江人千万不讲这句话。淡江人只讲好，我就去做。老板都不怕了，你怕什么？老板都没有怕你做砸，哎，砸了是什么？砸了叫做花钱呐，对不对？老板都不怕了，你更不要怕嘛，你赶快拿起来做，会的是你的嘛。哦，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原则。所以刚刚王老师在讲说台风假，哦，其实台风假我很有感觉，一放假我就要花很多钱，为什么？因为一放假薪水照领啊，工作进度零啊，对不对？所以放假你就可以慢慢就可以发现什么叫成本。哦，成本不是他就是员工上班领的钱，放假也是成本呢。你只要做了董事长，你就会。你如果不做董事长，你会觉得说，哎，奇怪呢，放假是国民应该有的权利啊，是市政府说放假，又不是说我放。啊，那当然，你绝对有权利。可是心中一定要知道，你的老板可能在淌血，因为他给你这一天的薪水没有成果。但总的言之，就是同理心就好了。哦，刚刚打钟，我没有让各位休息嘛，那我们就提早结束，好不好？哈，哦，要不然休息一下，我怕我也讲不下去。好，所以我赶快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赶个进度哈，哦，就是学校跟企业哈，哦，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供应链的。所有的企业它所要选用的人才，都是学校制造出来的。对不对？大家都是学校制造出来的啊，所以学校的教学策略就很重要。你知道吗？我们淡江最大的策略是什么？多元。有人讲说，哎呀，淡江像学店，这个学店好啊。为什么这个学店好？它什么系都有。你如果够认真交朋友，你什么系的朋友你都有可能交到。你知道你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将来在社会上，你会知道说，或者是你要去做销售，或者是你要跟他谈合作，也请去问一下。如果说啊，你淡江的，我也淡江，你哪一年？哎，我们同一年呢，我敢跟你保证，那个案子合作的特别爽，因为他会帮忙你。人就是这么奇怪，就好像到了美国，你说是台湾来的，就是那个感觉。好，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好好的运用我们淡江这么好的一个教育文化，它让这么多的系所同样在这个环境里面，那环境也很好嘛，哈。那我们在这里面呢，你好好的跟人家相处，交到的朋友就是你人脉的开始。不要羡慕人家人脉非常好，人脉非常好，通通送给你也没用，因为人脉不是用送的，人脉是相处耕耘出来的。所以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给你去耕耘人脉，当然要把握啊，对不对？每天上课要仔细看一下你旁边那个人是谁嘛，总要看一下吧。不要说今天来他坐我旁边，明天来他又坐我旁边，四年来他坐我旁边，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家住哪里耶。那千万不要这样，哦，啊，不要看到哪个女生漂亮就一直去看人家，你也只能娶一个啊，对不对？你同学也只能嫁一个老公嘛，所以。不要去注意那个有缘就会来，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甚至你个人的竞争力，是从现在就开始了，从现在就开始。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然后呢？那然后其实要做的事很多了，我昨天只是筛选一些啊，哦。就是我想到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你要有很正确的观念跟态度啊，当然你要学会面对你眼前的事情，事情来到你眼前不要躲，就去把它弄好，卖照，哦，就是
老师叫你去搬花，搬花盆啊，不是说叫你去当搬花，去搬花盆你就去嘛，哦，就是去做。这些观念呢，等一下我跟大家说。做每一件事情，永远要记得要有成果。不会的要弄懂，这是我刚刚一直在讲的。不会要弄懂，这个不是一个技术，这是一个习惯，这是一个习惯。这件事情我不会，我就把它弄懂。手机我不会操作，我就这么弄懂。这个教授或者是同学叫我做这件事，叫你当班带，我不会，不会就去弄啊，就是把它弄懂啊。因为我也没有做过系所总会的副总会长，我也没做过啊，做做看嘛，做下去就知道啦。做下去发现你也会，你只要会50%，嘴巴会打开就50%了，剩下的做下去就知道。哦，就是要有那种感觉，就是随时要让自己的血液啊，那个流的那个血液，就是我不会，就是要把它变会，就是这样。以后啊，没有及格的问题啊，老师会跟你讲，你75分，你60分啊，反正都可以毕业啊，你也沾沾自喜。对啊，我是75分毕业，高分的，淡江75分是高分的，高分毕业很高兴，但是那个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以后啊，只问你是不是最好的，你是最好的那个人家才要，所以你要随时把握你必须是最好的。那怎么样是最好？不是把别人踩掉，踩着别人的血液前进，不是要这个。资讯系啊，一个人做不了事，资讯的工作，不要说资讯系啊，资讯工作一定是打团队战的。一个人写出来的程式功能有限，20个人写出来的程式功能就大多了，再加上有行销，有市场的推动，再加上有财务的这个支持，那系统才会真正厉害起来。所以资讯工作绝对是打团队战。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资讯人才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为电脑技术服务。我们以前呢，我以前没有人来跟我讲这个，我们花钱去买 IBM 的 Operation Manual， 就 IBM 的操作手册，每天 K， 没有时间跟同学去互动，爬山，什么到育幼院去当什么爱心服务队，没空。为什么？我要把那个 Manual K 熟一点，因为教授会觉得我技术很强，因为我读书是给教授看的，我技术一定要很好。出去到社会才发现，如果不懂得让人好，你的技术是 means nothing， 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所以我们所有学会的技术，学会的这种各种知识，就是要对人家有帮助。所以当人家叫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我不是把这件事情做完就好了，我要做完以后还要看看人家满不满意，还得看看人家这样子接下来使用方不方便。哦，这个一定要永远学会要为人服务，不是为电脑技术服务。电脑技术是让你学会你的逻辑，让你有个基础，但是最重要的，这些基础都是为了将来让你能够变成服务人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所以同学，我们很会写程式，很会写程式，如果你写出来的程式人家不爱用，就是人家就是喜欢用 mouse， 你就不要设计 mouse 的。你说我这个用直接敲打键盘比较快，人家说这个栏位要放左边，你说不对，我认为右边比较好。你是设计的人，当然你可以有话说，但是话说人家不爱用，人家就喜欢用在左边，那你就要考虑到一点，是谁在用，要用的人都说左边好，就麻烦你照他的意思把它改到左边去，因为你是为人服务，你不是为那个技术在服务。你说左边跟右边还不是一样？当然技术上是一样啊，
但是使用的方便性就不一样，因为用的人说不一样啊，那你就要相信人家说的不一样。我们是为人服务，所以就照他的意思把它给改过去。好，当然了，就怕有人说左边，有人说右边，有人说上面，有人说下面，那我们资讯人员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去统合他们的意见啊，统合以后大家共同认定位置只能摆一个，那要摆哪里？有共识了，好，我们去做这个设计，我们拿出我们的技术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所以千万不要我会技术，剩下的部分我不管，请别人去负责，这是最笨的人。资讯人员一定要永远记得，你的技术是要为人服务，所以举凡要跟人家做沟通的时候，就努力去沟通，好不好？创意，哦，大家都在讲创意，各位同学听得会不会很紧张？哎，创意耶，我怎么都没有创意？创意要上课哎，听说台大有啊，什么创意训练班呢、啊？教5万呢、啊？教10万呢、啊？创意，创意又不是弹指神功。就是我上过课以后我就会创意，绝对不是。创意是你关不关心你的生活。这个爱因斯坦就讲过，爱因斯坦说科技是拿来服务人的，科技的创意是来自于生活。所以每一个人你一定要在你的生活周遭呢，看看这个创意你还能做什么？你还能改什么？这个椅子你现在坐很舒服，可是还能不能再改善一点什么？一定有，桌面不够平啊，腰垫的不够啊，你都可以想一想，那我还能够帮这件事情做一点什么事？我可以简单举一个例，这是我最近去日本，我说这个小日本啊，不，现在是大日本了。这个日本啊，我实在是很佩服他。为什么呢？那个抽风机有什么？吹风机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那一天我在饭店里面拿到了这只吹风机呢，我特别把它拍下来。它的吹风机都是扁嘴嘛，它的扁嘴呢，这一边的长度大过这一边，后面那个比较长，然后它又凹进来。以前我们如果要吹上面。我们的吹风机，我们是不是要拿高一点，直直的往下，把自己再矮一点，对不对？这样才能够吹得到嘛。发现用这个吹风机不必，拿个小高度就可以了，因为它的风会转弯啊。这个是不是创意？各位同学自己讲，这个是不是创意？就差这一点点。我女儿去年去日本，买了十几只的吹风机回来，每一个人送一只，这太过分了。Panasonic 我永远记得，吹风机台湾不会做，台湾他妈飞弹都会做的，吹风机不会做，当然会嘛。可是那个吹风机号称说吹了以后头发不会毛了，你看过不过分？也不过就是那个大概就是那个什么负离子有的没有的，就是那些东西，也不过就是吹风机嘛。可是那个吹风机居然大卖，台湾人去到日本居然通通去买吹风机回来。买了十几只回来嘛，送每一个家庭，啊！不过听说台湾今年要卖了，这太过分了。台湾居然没有一个大同公司、什么森宝公司，有的没有的公司都没有去做这种吹风机出来。吹风机已经不是技术了吧？可是稍微做一点改进，它就那么厉害。你们看得懂这是什么东西吗？北海道，我去北海道。我们的马路哈，我们的马路真的很棒。我们的马路都会有个钉子，对不对？会有个钉子，然后我们的马路呢会有路灯，对不对？这是日本的，这是北海道。但是北海道啊，我居然发现它没有路灯哎。这个是当然是乡间比较乡下道路，它没有路灯，它路上也没有放这个反光钉。那我们在路上跑的时候，我们不是。车灯一照，我到了晚上，车灯一照，就很明显看到中央线嘛。可是，在日本为什么没有？哦，你仔细去想啊，原来啊，日本是下雪的地方嘛。下雪呢，这个地方常常会被雪覆盖住，所以你要是放了那个反光钉的话，高低不平，反而危险。可是，它又没路灯，那车子怎么跑啊？这个雪装满了，甚至那个雪。
堆到两边去，你动不动开上路肩了，这怎么弄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一根一根的整排都是，结果这个反光钉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车灯只要一照呢，车灯只要一照，很明显的一条线，空中一条线，那这一条线就可以告诉你这个地方出去就是人行道，所以你开车千万不要跨过这条线指的地方。这是不是生活？这是不是创意？你把我们一般，你在美国，你在任何这个亚热带的国家，甚至你到欧洲，你都不见得会看到这个东西。可是真正关心生活，关心要 做道路工程的人，他为了给大家这个方便，他就要去想我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个安全，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大家知道边线在哪里，而且在没路灯的情况之下要让大家安全，所以就想出这个办法，所以这个都是你够关心，想要让交通安全。假设你是负责交通安全的，假设你是负责道路设计的，这个就是你也可以学的地方。所以要学会这个，你现在把它拿去已经不是你发明的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要非常的关心你所要面对的问题，自然你就会有答案。有了答案，自然你就会叫做创意。所以创意是关心生活跑出来的。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日本这么进步的国家，为什么到处都是门把都是木头做的？连那个进饭店的房间，一流的房间呢，那个门把呢，上下还是一片木头夹着。我想说奇怪，这木头也没有，你整个不跟一个金属把不是很漂亮吗？为什么要弄个木头的？哦，原来会有静电反应，因为日本很冷嘛，大家都穿很厚嘛，穿毛衣嘛，所以很容易一摸到这个门把就会电到啊，它就设计成木头的。所以我们各位同学将来有机会出国的时候，尽量有机会出国的时候赶快去看一看国外到底是怎么样，在他的食衣住行娱乐他是怎么安排的，想想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中间有什么差异，为什么他会设计成这样，一定有原因的。从这个地方就是在训练你的创意能力了。所以关心我们的生活是创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创意的能力一定要很认真，你才有机会，你才会创意。另外一个就是要国际观。各位同学，我常一定要跟各位讲，写程式，程式语言也是语言嘛，国语也是语言，普通话嘛，台语要会嘛，要是会客家话好不好？当然好啊。你要是会几个三地语好不好？当然好啊。为什么？因为你会讲，跟人家距离就没了。所以你如果将来想要做管理人才，你有心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好的销售员，先把自己销售出去。销售出去要怎么办？要跟人家会沟通啊。那个沟通就要从语言开始啊。所以千万不要只让自己会国语，一定要会台语，甚至客家话。旁边如果有客家人的，请他一定要教你客家话，他不教你他就是小气。把客家话给学会，把英语给学会，英语一定要练。另外就是要了解台湾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随时要知道那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你要常常去关心啊。现在川普跟希拉蕊到底怎么回事，关心一下嘛。叙利亚怎么回事，不要每天就是做我们固定的事，每天你要忙的事当然一定要忙，但是如果它是重复性的，它是没让你进步的，就白 pass 了。看看报纸吧，上上网吧，去查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国际新闻是什么。你不必去做国际新闻的专家，国际情势专家你不必，但是你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哦，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川普大家说他很厉害，对不对？哎，现在好像又没有那么厉害了。原来嘴巴讲得很厉害，跟自己的生活行动很厉害是两回事。哦，他讲得很好，脾气大得不得了。美国有一句话说他的 skin 什么那个英文是怎么讲？他说他的皮肤很薄了，皮肤很薄，叫我们说我们在我们台湾来讲说这是好话嘛，对不对？皮肤很薄啊，就是算是好话、啊，就是他比较容易害羞啊，他不是，他皮肤很薄的意思，他容易暴怒，一句话他就整个脸就通红了，叫皮肤很薄。哎，那这个我们就国际语言就是这样嘛，我们了解一下到底美国怎么说，看看川普怎么回事，为什么原来声望那么高，现在好像有点快撑不下去，啊，为什么？稍微了解一下。你了解那个为什么以后你自己不会，以后你就不会跟他犯一样的问题啊。台湾人口有多少？地理3.6平方公里，是总要知道嘛。2300万人口总要知道。出去，像我前几天去到北海道的代表呢，因为大家认识嘛，他过来跟我见面，我就问他，我说北海道到底有多大？他说不怎么大，就台湾的2倍半。我靠，原来北海道这么大！我以前还在想说北海道，日本就是小日本了，北海道还算什么呢？对不对？我台湾的2倍大，不得了。问他人口多少啊？我们2300万呢、啊？他是我们的2倍半，他人口多少？他500万。哦，难怪一路车开出去都没看到人。哎，原来北海道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么辽阔的地方，这我们要关心一下。我们的 GDP， 人家的 GDP 说什么，在这边我就不讲了。不过就关心一下，到底我们现在的水准是什么？就好像我跟各位同学讲说，淡江现在的水准就是全国排名的第9名，我们服务业的第3名、第4名，你就是要知道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啊？随时要知道这个领域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国际礼仪一定要会啊。我们淡江你知道吗？我们淡江现在是外国学生最多的，是不是？大陆学生、外国学生最多的，还不把握这个机会，看到老外来你就跑，哦，这个是最笨的，就去跟他做朋友，你会知道他在关心什么，以后你就是跨台湾跟跨美国，或者跨台湾跨非洲都 OK 啊，对不对？所以国际礼仪一定要会。国际礼仪包括食衣住行都是，点菜没有那么难，但是你去关心他，你就会一定的。西餐没几道菜可以点的，不像中餐呐、啊，鱼有几十种煮法，英文还挺难讲的。可是西餐没有那么麻烦，把西餐弄懂一下很快。哦，就是国际礼仪一定要会。我这边还可以举个例，我们是资讯人嘛，对不对？我们今天讲的是资讯人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很多数据你一定要有感觉。哦，像我们免签证什么161个国家啊，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没有，对不对？我有感觉啊，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要去美国，要去日本，哇，去美国签证要1个月，去日本签证要3个礼拜，去香港也要2个礼拜。现在叫做免签证，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免签证，说走就走，哎。说明天要走，买得到机票你就可以走，所以很有感觉啊，很有感觉。以前我们说要去欧洲参展，去参展2个月前就要准备了，不像现在说走就可以走啊。哦，所以哎，这个要有感觉。台湾一个小小国家，居然可以对全世界161个国家往来免签证，说走就可以走。哎，我们台湾现在我们不是在讲说陆客不来了，哇，台湾很惨了，对不对？我相信这个惨是短暂的了，一定可以克服。为什么？我们出国的，台湾出国的能力很强啊。虽然说不景气，我们出国能力很强，一年出去1300万个人次啊。去中国大陆的340万，去日本的380万，那来台湾的呢？1000万。啊，当然去大陆来的418，现在往下掉了，对不对？去日本，哎，日本过来的163，啊，这样子，哎，还像不太对等，
所以就是因为不太对等啊，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日本人多来啊。那你去看看那个旅游研究的人，旅游研究的人就发现，为什么日本人来的人数这么少？因为他们也讲啊，台湾到处都是大陆客，塞得满满的，所以他们最近就比较选别的国家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的陆客稍微少一点，也不是那么坏嘛，哈。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花钱也蛮凶的嘛，哈。那我们就朝这个地方努力啊，日本人啊，欧洲人啊，能不能让他多来一点？看数字要有感觉，说我们还可以再做一点什么事。但江不晓没有观光系，其实观光系的学生，我相信对这个应该都要很有感受。人家法国一个观光一年说去法国8500万人次，这太过分了啊！我们他妈是我们的八倍，台湾如果有八千五百万人次来的话，那我们大概其他行业可以不要做，我们就做观光业就好。好，台湾的人均值22000，22000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世界排名33名，哎，厉不厉害？很厉害，全世界排得上榜196个国家，哎，196个国家，我们161个免签证，哎，这个国家很受尊敬吧？淡江的学生走到外面很受尊敬吧？你在这个国家那么受尊敬，你在这个学校那么受尊敬，那你出去还怕什么呢？没问题啊，只要敢去做就行了。所以看了这些数字，你就会发现国际交流实在是非常频繁。那你要不要把你的国际语言弄会啊？国际交流很频繁呢，你只会台语，只会普通话，你完蛋了。讲这个话是负面的话，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国际语言给弄会。另外一个就是数据很有力量，我没有办法多解释，但是。像什么云端，有机会了解云端的消息，多看一点资讯杂志，什么叫做现在的云端建设到了是些什么鬼东西，弄懂。那资工系的学生更没话讲了，更要懂了哦。云端啊，还有什么互联网啊，这一定要会啊。大数据是什么，一定要知道啊。那这些数据产生出来的什么意义，多交几个统计系的朋友，统计系的朋友会告诉你。这些数据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那个张宏举校长，他就是统计系的教授，他最会分析选情了。这个数据、那个数据分析完毕，他就知道谁会当选。数据是有意义的，啊，大家不要不在乎这些东西哈，要很在乎。那在乎也不要紧张，说哎呦我研都不会，那个不重要，现在开始会就好，以前的就不管他了哦。所以数据的力量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资讯人，你一定要对数据有感觉。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我认为要训练自己的团队能力了。那团队能力当然就是刚刚一直讲人嘛。做任何事情你都是要有人的概念在里面。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心中有人？就是。我这次在回国的时候，在机场，那么我们在排队，我在排队呢，我在滑手机，因为回到国内了嘛，所以 LINE 就嘟嘟就一直进来，哦，开始要回，然后就推着我的行李车，我就在弄，我太太也推一个行李车，可是呢，她突然间呢在叫我帮她，因为她的行李多，她除了个行李车以外，她还有一个小包包。结果前面的人已经前进了，他一口气没有办法弄两个，可是我正在发我的 LINE， 他喊了一声说：“哎，你赶快来帮我。”这个时候，同学，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如果你是我，你的反应会是什么？那个有什么困难呢？你就先把车子推过去，再来拿行李不就可以了吗？继续滑手机，这叫心中无人呐、啊。心内无人啊，就是你用你自己的手机比较重要，因为那个很简单嘛，你就自己弄弄，不要烦我。但是你要是心中有人会怎样？哎，我这个 LINE 3天没回了，我有急着现在要回吗？也许出去以后再回，回到家再回都还 OK 啊。所以
他现在急着需要我帮他推行李的时候，心中有人就赶快帮他推，就是这么，就这么回事。就是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想到心中有人。你正在读书，正在做功课，情绪正在够的时候，你的室友突然间来找你，哎，这一题怎么解啊？你会觉得啊，你自己看了烦了，我就读不完了，明天就要考了，哎，这也是一种方式嘛。不是他，我也不会了，我也不会，啊，这也可以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是心中有人会怎样？哎，好嘛，我先看一下嘛，你是什么问题嘛？看了，你说你不会，这是一种结果；看了，你会讲一下，他终于也有机会去找答案，也是一个结果；看了，哎，你就两句话把它变会了，也是一种结果。可是感情差很多，感情差很多，哦，所以心中有人是要训练的，要习惯，就是当我手边有事在做，可是人家有事求我，那你能不能够放下你的事，先去搞定他的事，就是这样，啊，就好像我在校友会一样啊，对不对？今天下午，哎，明天晚上说校友会要开会，我太太也说嘛，明天晚上是不是可以一起吃个饭呢？可是校友会要开会啊，人生都会碰到嘛，对，那能不能跟校友会讲？能不能跟校友会是很多人啊，老婆是一个人啊，你能不能跟老婆讲说，那我们提早在今天晚上吃饭，我明天去校友会开会，你能不能这样？就是你心中有他啊。我们有一个，我们证券界有一个老板，非常的这个霸气。他呢一向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是淡江毕业的。结果呢，有一次他太太来跟我讲，他说他变了一个人嘞。我说他变什么样一个人？他居然会去扫墓，扫墓大家都在扫，有时候也不稀奇。可是呢，他以前呢，只要他们娘家要扫墓，他很少到，因为很忙嘛，打球也很忙啊，要出国也很忙啊，要公司也很忙啊，要跟朋友聚会喝酒也很忙啊，所以总之要去要 陪太太回娘家扫墓都很忙。可是他有一天呢，突然间发现他怎么会这么没良心呢，啊？为什么他的事都是老婆弄，为什么老婆的事他都不参加啊？虽然他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是把钱拿回家，他是让全家过得非常富裕的人，可是他从来不知道怎么对老婆好。结果他看到有一天他要出国，那一天刚好就是老婆来跟他讲说，那一天我们家要扫墓，我只是先让你知道，可以的话尽量参加，就这样，老婆就这样冷冷的讲一句。他拿来一看，哎呦我的妈，我今年还真想去，可是怎么会冲突呢？怎么办呢？他就不出国了吗？不行啊，公务也很重要啊。结果他因为心中知道太太很重要，太太抱怨这件事已经很久了，他今年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他怎么办？他先去啊，他自己就先跑去拜啦，对不对？结果拜完了以后回来也没跟老婆说，结果那天还不能去，结果老婆本来不太高兴，去到那边来讲说，哎，你老公已经来拜过了。哇，老婆都开心了，哦，原来老公已经来拜过，老公不是不理我的，老公不是不在乎我们家的，但是这件事情你心中有他，你就会想办法解决，你会为他解决，但是这个要练习，这个不管在公事上在私事上，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就要练习，帮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碰到这些油腻的东西，你是不是那个站起来帮大家分卫生纸的那个人？你是不是那个帮大家去装饭的那个人？你是不是那个帮大家拿筷子的那个人？这个都是，对，要不然你要是站起来，可能两块肉就被夹掉了，会损失啊。可是你愿不愿意
让大家一点方便呢？啊，你不要说做了就去表功啦，做了就做了，本来就应该做的。但是久而久之，你的人脉就不一样，你的人脉真的会不一样，人家就喜欢跟你在一起啊。哦，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心中要有人，要了解自己，怎么样从不会到会，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会的，从功课练习起也 OK。我真的不会，你就教我嘛，请教人家嘛，靠喝水，请教人家不能讲说，啊就问你会怎样啊，不能这样嘛，好好的请教人家嘛，啊你实在真的不会，那你也不要占着位置，你就让人家做嘛，对不对？你都会了，啊也让人家会嘛，让人家会怎么办？所以有很多功课很好的同学，现在是你表现的好机会了。想办法让你的所有同学都跟你一样厉害，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会发现，你让因为你要拼的人绝对不是这一班的人呐、啊，你要拼的绝对是整个市场的人呐、啊。所以你如果帮助你的同学，你同学会知道的。但是你不要一直表功啦、啊，你就是去帮助人家。啊，你如果不会就讲不会，让会的人先做，你就跟着学嘛。哦，让自己愿意为人家做一点事情嘛，常常要关心。我们同学啊，当然包括我的儿子女儿一样啊，我的儿子女儿都比你们大一点哦，常常会跟我讲啊，忘了，为什么会忘？你不关心，你就会忘啊，对不对？以前我们常常会说，我忘了带毛笔，我忘了带水壶，我忘了带手帕，为什么？因为那是爸爸妈妈准备的啊，你就没有关心过这件事啊，所以当然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忘了带啊，这是很正常的事啊。对，你说要帮这个，你如果你做个练习，你如果女朋友，我们男同学好了，女朋友要的东西，你通常你正在追她的时候，你会不会忘？不会忘，因为你一直关心她。对不对？他跟你讲说，哎，下午可能会下雨，你帮我带一把雨伞来，你带十把去都有可能啊，对不对？你不会忘，什么时候会忘？结完婚你就忘了。为什么？这个本来大家都要自己带啊，所以因为你开始去关心别的事情了，他跟你讲说，哎，下午记得带雨伞过来，你就讲啊、哦，我知道，我听得懂，带雨伞听得懂。可是你马上就忙了，因为你去忙别的事情去了，下午就真的没带。为什么会忘？你不关心就会忘。所以各位同学，我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忘记是罪大恶极，不是，忘记是天性。但是怎么会不忘记？就是你关心这件事，你关心这个人，你就不会忘。你一直关心十点钟要来听李学长上课，那你就不会忘。你如果这一件事情你听听就把它给听听，你就没有去关心这一件事情，十点钟可能在篮球场哦，对不对？哦，就是怎么样让自己不会忘？靠做笔记的不厉害，你说我就记录在我的行事历啊，闹钟会响啊，这种的不厉害，就是拼不要记，不要写下来，你都不会忘，这个就厉害了，这就厉害，你够关心就不会忘。所以总的来说了，在这方面呢，我就说人际很重要，沟通能力很重要，责任感很重要，你会 appreciate 你的团队非常重要， appreciate 你的团队，人家帮你拿一张卫生纸，你会不会说谢谢？还是就拿了？谢谢哦。刚开始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怂哎，这有什么好讲呢？好朋友了还要讲谢谢吗？但是谢谢真的要练习，你就讲会死啊。你就讲，对不起，你就讲，哎呀，我跟他很熟了，这件事他不会介意啊。我敢跟你讲，他真的不会介意，他只介意十分，只介意两分。你最好不要再累积下去，到了八分的时候，他跟你翻脸，赶快说一声对不起，就过了。所以谢谢啊，对不起啊，这一定要让自己习惯说，但是不能够像我孙子一样。
我只要稍微看他一下，他就说对不起，那个没有诚意，他完全只是为了取悦于我，哎，他就说一直讲对不起，那个也没有用。所以这几个地方，请同学一定要关心哈。哎，啊，我怎么这时候又跑出来这一张？其实这一张我的，哎呀，这张我的目的是要说哈。这个是免治马桶啦，因为我去北海道嘛，就每一个饭店每一个房间都是免治马桶，我不拍马桶，我就拍这个，马桶旁边都有一个按钮，我就发现说，日本已经是观光客这么多的国家，北海道、台湾一年去多少人？北海道这个地方不要讲京都，不要讲哪里，光北海道台湾一年去55万人次啊，那实在很过分。这55万人次通通用在台湾，台湾的观光业也不得了。当然，我也是去北海道。结果呢，这个整个的使用全部都是日文的。我那一天要不是说，反正有时间了，我每一个都去给他试试看。我通常我是感觉啦，你如果没用过，你敢不敢人就在这个时候你去给他乱按？说不定你不敢哦，其实以前我可能也不敢，但是这一次呢，有时间我就可能按，了不起它爆炸了，它也不会爆炸，对不对？我就每一个都去给它按看，终于知道，还真的很人性化，真的很人性化，这个对卫生非常的好。但是我就在想啊，你怎么全部都是日文呢？有中有英文的旅客吗？有这个。中国人会来吗？有台湾人会来？台湾55万人次，对不对？更不要讲其他地区嘛，哦，所以有这么多人会来，我们可不可以在旁边吊挂一个这几个的说明？很简单嘛，一个贴纸贴在墙上，就看得很清楚了嘛，印得精美一点，对不对？哦，原来这个是喷嘴，原来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会了嘛。哎，但是看了这个，我们不要去笑他。笑他没有用嘛，笑他还是这样嘛，但是我们就在想，如果是我可以改善他什么？这个就是创意嘛，同学，就是从这地方开始练习嘛，哦，好，所以我们用任何东西，不要觉得它本来就这样，不是的，它本来也不是这样，但是它已经变成了这样，那以后呢，可不可以变得更好？一定可以的，是谁把它变更好？说不定是你哦。所以，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脑袋都要去转一转。我最怕的就是很多年轻人呢，出去的时候呢，就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路上就是拍照，也不去观察，也不去观察人家的生活模式、交通模式，马桶，也都不去观察。但是呢，一看到有山也拍，看到有水也拍。然后两个人一直在自拍，拍到最后，我是在跟你讲，我说这张在哪里拍的，第几天拍的，那搞不清楚啦。所以永远就是眼睛一直看外面是没有用的，所以出去就是要观察，观察也是创造创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啊。关心你的生活，你就会观察，那你会观察，你就会知道什么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就好像微软，你也不要认为微软今天这个样子是最好，不好，它哪里不好？你找找看，给你找到了，你就厉害了。对，不要一直认为本来就这样，没有那个本来就这样的。资料库，以前我们哪里有资料库？没有资料库的吗？就是档案嘛，收顶来收顶去的。那以后就变成一个 single key 的一个档案。好，也叫做资料库。以前有 single key， 一个 key 就叫做档案嘞。后来还跑出一个叫做网路式资料库，才跑出一个叫 multi key dynamic 的资料库。哎，那个都是后来跑出来嘛，因为它不够好嘛，后面才会越变越好嘛。那我们拿人家的工具来，我们有没有机会让这个工具变得更好？这是看我们够不够关心。有没有这个意愿想去做好这件事啊？对不对？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不是做交代的，
是不是做胶带的，老师不会知道，甚至你的同学不会知道，你的朋友不会知道，但是你心里知道什么叫做胶带的，我走丢啊，做一做交出去没事啦，哎，就这样，就是不入心的啦，哦，这种事情，你是不是马马虎虎跟他做交代，你自己知道。但是我要你不是做那一件事，我要你感受说你有没有认真，那个认真的感觉自己知道，哦，要常常体会这个认真，吃饭也要认真啊，对不对？一面吃饭一面跟人家讲话，这叫吃饭这件事情不认真嘛。所以你吃了排骨啊，吃了米啊，吃了青菜啊，吃了个半天，今天的青菜跟昨天的青菜有什么不一样？今天这一家的炸排骨跟昨天那家炸排骨有什么不一样？没感觉，因为你不认真吃啊。你认真吃你就知道。训练自己，认真一下，认真一下。那么你最应该要了解的是什么？只要对人有帮助的事情，少为自己的利益去出征。举一个例，如果今天老师说，可能已经快到期末了嘛，快到期末了，有差不多一半的同学应该不及格的机会很大，这个学期。另外有一些同学功课非常好，有一些同学过关没问题。今天老师如果说，哎，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全班都 pass 好不好？如果期末考你们那些考不及，到目前为止成绩不及格的，你期末考跟我考及格，全班 pass。你如果是那个成绩非常好的，你会不会跳起来？我靠，不公平，对不对？他考一次就及格，那我前面在拼假的，合理啊，合理啊。可是你会不会想，如果这个人因为老师这么一鼓励，他开始拼了，拼期末考，这个真的给他拼过去了，那有什么不好？对你有什么不好？除了那一刹那，你本来可以赢他70分的，那一刹那你可能只赢他10分，了不起是这样。那你会觉得反对这件事，还是觉得哎就支持这件事？为什么？因为那个同学可能从此会非常的努力，因为他有希望，他会非常努力。那你要是为自己，就是少为自己的利益出征，尽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呢，尽量忘记这个是我自己的利益，少想这件事。如果这件事情，这个人会从此有机会不一样，你能不能让他不一样？啊，这个我不是说告诉王老师说大家都要 pass 了，还是要努力了，不然不要想不到啊。这个只是举一个例了，所以像这些事情呢，我好像还有准备一点案例，不过我想大概意思大家懂，大概应该都懂了才对。比如说我们当这个校友会的干部，学校当然既然有组织有校友会，就要有人出来做干部啊，要不然一盘散沙怎么做这个群体的力量怎么出来？可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你？你去做会长啊，你去做监事长啊，你去做副会长啊。我不要做，因为我公司也很忙，哎，我家里人有事，哎，对不对？那最好呢，反正啊，你们去开会，你们说好有什么事告诉我就好，我支持你，我支持你去做，这种人很多吧。能不能变成说啊，好嘛，那么要不然这个学期就我来嘛，我来当干部，我来服务大家，服务大家是要时间的啦，一不小心还要花钱呢，账做错了还要自己赔了，这个本来就会啊。可是你如果怕花到自己的钱，这件事就不要做嘛。如果说怕花到自己的时间，我去服务人家，人家很好，干我屁事啊？哎，这个就不要做嘛。但是这个都不好，就是你可不可以让自己只要是服务别人的你都去做，那你自然你就不一样，你一定会不一样，你会变成人见人爱，你会变成能力比人家强很多，你会懂很多，
因为你要做好这件事，你要去吸收很多人家的经验，你才做得好这件事，所以你的经验会成长得非常快。好像你在牺牲，其实你在获得。另外一个就是跟同学在一起啊，从此以后啊，不要太去争辩那个这件事这样才对，那样才对。我告诉你，每一件事情啊，我相信三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件事情，三种答案。但是呢，你会发现讲话比较大声的那个，通常大家就麦差麦差，听你的听你的，出去就干掉，就是说每次都这样，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有一些同学自己的确真的比较聪明一点，他想错的方法真的不错。可是别人也不见得就错，为什么？因为只要开始做，就会修正。绝对没有一件事情，包括你写程式也是一样，你开始做，你就会修正。写了就会，哎，要改一下，要改一下，所以到最后你的答案会是对的。如果你觉得我怕错，所以我永远都要找一个对的，那我怕错，最好我不要发言，就给人家发言。那人家因为常常对嘛，所以发言的人越发言越大声，最后大家就分崩离析，就不会在一起了。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呢，眼前这个话一讲出来，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做是对还是错不重要，我们只要决定一个方法去做。大家一起去做，一面做一面改就好。哦，对错之间可以讨论，但是不要把对这件事情呢讲得那么的积极，把这个错贬得那么低，不需要。因为就算错做下去，也有机会修改回来，也会对。对的做下去，也可能会发现可能是错。哦，所以对错从此以后不要把它当做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开始去做比较重要。那当然，最很重要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尽少为自己出发了，为团队好比较重要，班上好比较重要。我就很希望说，哎，听完这个课以后，大家就抢着做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班看起来是联合国嘛，对不对？啊，什么系都有嘛。哎，你愿不愿意站出来说，以后这个班就由我来负责联络，我来负责召集，有甚至包括课程内容。我来负责通知大家，或者我来负责跟讲师联络，你愿不愿意站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为团队的利益去做，试试看。我就希望，如果听完以后有人愿意这样出来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今天讲这个有意义哈。负责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负责可能会错啊，对不对？负责可能会被念呢、啊，这件事啊怎么做得那么烂呢、啊？因为有人修养不好啊，他就会这样讲啊。那你经不经得起，多负责几次就好了。所以负责真的是负责的勇气很重要，就负责，做砸了也没事。人家叫你做系学会的会长，系主任说你就去做，你说我不干，为什么？我怕弄错，我怕做坏了没面子，我怕太忙，没有负责任的勇气。你只要有负责任的勇气，你就多一次练习的机会。当然这个是很重要。我同学，你现在是同学，以后是领导人，领导人都要有个样子啊，这个样子，领导人是要肯负责的。哦，就好像我是领导人，公司砸了，我就站到台的中央去给200只记者拍，我的同事不需要站上去啊，我要站上去啊，我陪我的董事长站上去啊，对不对？那这就是负责任嘛。那你不要说为什么是我，我不干了，王老师你上去。这个就少了一个练习的机会。你现在再用那么多摄影机对我，我不会怕了啦。包括现在对你们讲话，为什么我都不会紧张？练多了嘛。要练习言行一致，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说做就做，说到要做到，要练习。说我六点半一定要起来跑运动场，既然这样想了就这样去做，
身体健康非常重要。说我要孝顺父母，要对我的父母好，要听我父母唠叨。想到了你就做，做做看，做了就对了。一直想没有用，想是没有用的，要言行一致，承担啊，善良社会，坏事不要去做了，哦，什么意淫啊，什么去盗刷啊，哦，看到人家抄你车，你就很火大，你也想抄他车啊，啊，这个都没有意义，这个对人类都没有贡献。善良风俗习惯很重要，在捷运上面就是让位就对了啦，就是善良风俗习惯，就是让位。要买中餐就是排队啊，就善良风俗习惯，好不好？去服务人家，去帮人家端盘子，去帮人家，就是善良风气习惯。我们就是不去，不偷不抢，不去做坏事，更不呼大麻，这些善良风，只要是善良风俗习惯，就让自己会就对了。所以啊，一个人会成功啊，我算一点点成功啊，因为我活到现在还在嘛，绝对不是说我的才华有多好，没有，我在淡江的成绩其实60出头 pass 而已啦。但是呢，我出到社会上以后，我真的承认我很多东西不会。问题是，我常常加班。我们做资讯工作的人常常没有加班费是正常。可是你愿不愿意为了把这件事做好，你弄到晚上12点才回家，你愿不愿意？老板出电灯出冷气，你出时间把这事弄好，把不会弄到会。老板在意的是什么？是你不会他不怕，但是他希望你会的速度快一点，哦，就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做多了就会抱怨，如果你做多了会抱怨，你同学我劝你不要做，因为这样会伤害你。做了就会抱怨人家没做，做了就做了，同学开心就好，就做了，练习一下，让自己谦卑一点，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尽量诚恳一点，真心一点，从容一点，不要去争了。哎呀，社会都需要有经验的人，哪有那么多有经验的人啊？我们大学毕业生哪里有经验？但是我们就是能够展开工作嘛，工作来了我就干，这就是经验。刚开始没经验，2个月以后你就有经验了，哦，所以你就有机会超越别人。怎么超越？靠修正，靠修正，做下去错了改，错了就改。老板说我没那么多时间给你改，我晚上改，我用我的时间改，你就有可能超越人家。偷偷的用你自己的时间去超越，不要跟老板计较你花的时间，好不好？超越不要靠灵感，哦，我半夜突然间想到这波赞，我就会，不会，不可能的，你赶快去做，修正就好。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承担，练习承担。各位同学，你们是大学生，大学生学什么？学承担，学让人家跟你一样厉害。你是团队的柱子，你是你们家的柱子。现在你爸爸可能是你们家的柱子，对不对？你们家好像没有爸爸不行，因为什么都靠他。赶快在学校先赶快练习，你是班上的柱子，你是你这个小组的柱子，负责人，负责人就是柱子。你来服务大家，你学会了以后你就当家长了，会很厉害。讲完了。OK， 谢谢。